这有一个矿泉水瓶，老铁们啊，钢铁侠小朵拉啊，哎，头一发低了一点，跟中拉的抛物线不一样，中拉的抛物线呢，抬上一点，这个距离就能够差不多能够正中它，但是这个短拉就不行，哎，矿泉水瓶有点晃，左右晃，估计这下打有可能打不中啊。嗯，这下又中了，哎，第三发呢，咱们用复合弓。复合弓还在晃，还在晃，还在不停的晃。单弓呢，我是右手握弓啊；复合弓呢，我是左手拿弓啊。我操！完了，一下给削掉了。哎呀，力道是不一样的，老铁们啊，不管是啊弹弓还是复合弓啊，现在我转变了一个理念。什么叫转变啊？就是说需要打威力呢，我用这个两用复合弓；需要打稳定性呢，也就是说距离近了呢，不需要多大力道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会用弹弓啊，钢铁侠弹弓加上复合弓啊，绝对是完美的绝配啊。